国民政府真的是在抗日吗？那他为什么要建立地下抗日军呢？这点我不清楚，但我至少清楚一点，蒋介石要放弃东北，他要把东北给日本鬼子。是吗？你相信了吧？怎么？哎，吴翠花现在不但是个麻烦，她还是个危险分子。游击队要枪毙吴翠花是一个阴谋。阴谋？现在不光是关东军要攻咱们金龙山，游击队要吃咱们金龙山。那他们也把咱当敌人了？你忘了，他们是攻击过你和长官的，就是第二次来金龙山的时候。这罗掌柜吧，总觉得这个关东军黑龙会对金龙山是最大的威胁，其实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游击队。那依你的意思，这是他第三次来金龙山，第二次是朝我开枪，那第一次呢？第一次他乔装成男人来的。那我咋一点都不知道？你当然不知道，长官也不知道，这事儿只有骆小旺知道，是骆小旺送他出的山。骆小旺？也许在骆小旺眼里，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夫人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哎，夫人，我可不是无中生有啊！啊，今天咱俩说的事儿，你跟谁也别说，也包括方长。为啥？因为我不知道他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呀。夫人，我可是为你好啊，明白吗？你平时啊，要多关注一下他和吴翠花在说什么，你及时告诉我，咱们一起分析。为了金龙山，为了长官，为了夫人你，为了地下抗日军，咱俩联合起来，以防不测。明白吗？翠花，宇哥。我刚到金龙山，所以了解一下地形。啊，这里地形险峻，易守难攻啊。嗯。哎，那你当初是怎么上来的？我当初还不是月和他们把我送上来的。其实，你的确应该感谢月和和他爹。要不是他们的话，你也不会有今天。我还是先教你认一下地形吧，要不然回去不方便。啊，好。鱼，你看啊，翠花，这里的地形是这样的。你看，这边是关卡，这边是二哨，这边是明哨。哦。这一带呢，山势险峻。哦。所以我们在这边这方的人手比较少。这里是山的正门。你拿枪干什么？没事，我就是太长时间没练枪了。宇哥，正好你在这儿呢，你教我练瞄准呗。哦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啊，那行，那宇哥你先去忙，我跟姐待会儿。好，那你们先聊吧。姐，听说你是神枪手，那你教我呗。现在？嗯，现在。
是你杀了我丈夫高炫恒一，我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你。你死，我要你死。振宇兄弟，赵大哥，找了你一圈，原来你在这儿了，有事吗？我想跟你说说梅姑的事儿。行，去我的寨房吧。好，走，走。月和，要想打中目标，首先手不能抖，还要心静，聚精会神，然后对准目标。来，再试试。这枪打得好。月和，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话，你就跟我说。我喜欢直性子的人。你和宇哥的事到底怎么办？总得有个结局吧。虽然现在我还没有听到什么闲言碎语，可是山上这些人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们都会想是我抢了姐的丈夫。别人怎么想我不管，姐只是想你是咋想的。我更在乎姐是咋想的。其实我不是个认命的人，可是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，不想认命也不行啊。认命？命里注定吗？为啥？因为我不想伤害我所爱的人，不想伤害宇哥，更不想伤害你。也许那天姐一枪打中了我，也就一了百了了。可惜我没死。不过我和宇哥死在姐的枪下，我也认了，总比死在游击队的枪下强。月和，游击队是不会杀害宇哥的。那天为啥还要开枪？那其实是个意外，我一时也解释不清楚，回头再跟你说吧。谁要敢伤害宇哥，我就开枪打死谁。
哎呀，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有问题。他都光杆一个了，还一口一个姑奶奶，姑奶奶在这摆谱，这往后可怎么办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哼，都怪熊瞎子出了个馊主意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找他去谈谈，让他搬进你的山寨，再找个黄道吉日，你们就把事儿给办了吧。别。哎呀，现在我呢心里也怵，再说又隔着小金刚，算了算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总不能把他撵走吧？你说好不容易金龙山看到了前景，现在又出了这么个岔子。我是担心日子长了，把咱俩的关系也搞砸了。这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因为他跟你有隔阂，你永远是我大哥。哎呀，有兄弟这句话，我就踏实了。我想啊，人总会变的，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，他现在应该是痛定思痛了吧？哎，赵大哥，等会儿去找一趟。那咱们一起去。好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他是梅姑嘛。到了金龙山，我们不能怠慢他，也不能因为他寨子破了，只剩下三个人，我们就不理他了，这样也太势利了。兄弟就是仗义。哎，要不，咱也封他个什么副长官？好啊。哎，这事儿是不是得跟罗掌柜商量一下？啊，对对对，还是兄弟想的周到。那咱们走吧。好，走。赵大哥，请。哎。吴翠花，陆月河，方振宇，草上飞，熊瞎子，金龙山，他们。二位长官请。哟，稀客呀。梅姑，刚才跟赵大哥说了，梅姑上山了，这不过来拜访一下，心里不踏实。怎么也得过来看看嘛。是吗？啊，方长官心里惦记着你，特意来探望的。哼，这拔了毛的滋味的确是不好受啊。曹尚飞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赶紧借我180个兄弟跟我杀回双峰山，夺回寨子。哎，说什么借呀，我跟你一起杀回去。好啊。哟，梅姑在摆阵呢。是啊，姑奶奶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呢，这夺回寨子是早晚的事儿，我们不光要夺回寨子，还要把小日本彻底从中国赶出去。是啊，梅姑，咱们不能光看着寨子、香炉山、金龙山，咱要放眼大东北，放眼全中国，这叫胸怀大志。就咱们这些人，哎，咱不止这些人，咱身后还有人，有大人物。长官，有急事吗？这罗掌柜什么时候回来？哦，据我所知呢，他去了宝林，从宝林回来以后就回来金龙山。很急的事吗？啊，是这样的。这翠花说的有道理，我们整天在金龙山浑浑沌沌的，既没有行动目标，也没有行动计划，我们就根本不知道黑龙会和关东军都在做些什么。哪天我们一睁开眼睛，这枪口就指着我们了，就跟梅姑寨子似的。哎，翠花，这哪有报纸啊？报纸只有林和镇有。啊，不用了，罗掌柜过两天来，我想他会带来新的消息。我说的是当前的时局，我们既然是抗日军，我们不光需要军饷和武器，我们更需要实时消息。长官，也许我们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电台了。是得有电台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在金龙山什么都不知道。长官说的对，我们的工作是要有条理的开展。其实在金龙山呢，我也觉得浑浑噩噩的，真是有点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的感觉。也许有一天我们睁开眼，
看到的就是敌人枪口对准我们。张家东，叫山虎去联合镇跑一趟，把所有的报纸都给我买来。好。翠花，我们去找赵大哥吧。走吧，我们找司令去。好，那没事的先回去，其他人跟我走。看到了吧，眉来眼去，言听计从。也许啊，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敌人的枪口。真的。吃饱了撑的，啊？娱乐嘛，走。哎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走走走。钱哪儿呢？钱哪儿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。东哥，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是不是告诉方振宇了？没有啊。那方振宇怎么知道的？俺绝对没说。这奇怪了，方振宇指名点姓让你去趟临河。啊？干啥？买报纸，买报纸，还去临河买报纸。看来你是没说过。让俺想想啊，东哥，俺跟旺哥说了。混蛋！俺跟旺哥是兄弟啊。兄弟，兄弟，你就把我说的话告诉方振宇了？啊？再说了。你和骆小旺说和跟方振宇说有什么区别？这你就这样下去啊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娘的，俺去找骆小旺。站住，动脑子知道吗？心里明白就行了。回头你去一趟临河。那真卖报纸啊？哼，大长官关心天下大事啊。明天午后离站回临河，如果他要接头，一会儿就会出去，说不定他会给我们一个捣毁军统牡丹江特工网的机会。如果他纯是为了驴肉窝在旅馆不动，我们午夜动手。嗨，他出来了。
本人指定要俺把白马给你，罗掌柜，您得留神了。到达，这是恩公对我的要求。非常好，里面请。请。哎呦喂，三位大爷！少他妈废话，说刚才那个男的进了哪个房间？在那间。走。过来亲。还揍你！先生慢用。一支500多人的队伍，罗天华，算是我没有看走眼，果然是个人才啊。说起来惭愧，都是些土匪。这个论行伍啊，就说点得上名的将军是土匪出身的就大有人在。就说这个东北嘛，三人之行必有一匪。好，恩公，有您这句话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了。来，来，对了，花名册带了吧？哦，带了。这是主要干部的名单，500人管用吗？这样，我们就报上去800人，凑一个师，对外呢，号称几千人。如果你能让他们打一个有战略意义的仗，造成轰动的话，我们就大功告成了。方振宇，这个名字好，有将军之风。这个人确实有大将之风。他原本是临河镇一个大地主的儿子。在镇上呢也设了一个货站，走南闯北，阅历非常丰富。哦，对了，他还帮我运过禁运品，是我花了大血本物色的。日本人抢了他的田地、房产，还有货站，还差点杀了他。好，我们就需要这样和日本人有仇恨的人选。他是抗日地下军的第一人选，还有一个叫赵尚飞，拉杆子出身，土匪圈里赫赫有名的草尚飞。对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这个第二人选，我觉得你准备得非常好，但是他的土匪背景必须删除。我们需要土匪，但是不能上报，不要让局座和政府官员留有乌合之众的嫌疑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欣赏这个方振宇。怎么，他个人有问题？太正。太正？我担心抗联会打他的主意。担心？有什么征兆？抗联要枪毙他的妻子。他妻子是抗联的人？说起来就话长了。我知道，一切苦辣酸甜，都是为了党国，为了军统。恩公，来，再敬您一杯。哎呦，好久不见啊！来来来，大哥，大哥，来，快点，进去，
你说了半天，这个方振宇是劫刑场，是死是活，是在金龙山，还是在什么地方，都不知道。他应该回金龙山了。肯定吗？嗯。如果没有回去的话，我的属下会来报告我的。我倒是愿意他的妻子让抗联杀掉，如果杀掉了便没有问题了。如果没有呢？那就必须采取特别的措施，除非他公开和游击队对立，否则必须除掉他。是。对了，对方振宇也要有一个生死的考核，断绝他的后路，向抗联开战。我很看好你的业绩，尤其是现在局势非常微妙，日本人向我们宣战势在必然。你呢，潜伏在沦陷区，在关东军的大本营，在满洲国的腹地，是我们军统局的象征，表明我们抗日的决心和勇气。不过呢，不能让共产党拿东北的事儿鼓吹抗联。是，如果抗联能搞出什么效果，委员长和戴老板会非常高兴的。好，罗上校，东北值得一来啊！我回去就把抗日军给报上去，同时也给你请功。谢谢恩公。恩公，如果我上了金龙山，我是不是可以封他们军衔？封，不但要封，我还要……啊，对了，你回金龙山，看看有没有空投的地方，如果有，马上发电报，我会游说军座，向金龙山空投武器、弹药和军装。太好了，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消息。必要时，可以全军覆没，几千将士为国殉职，这样效果更好。全军覆没？你可以来重庆啊，勋章可是挂在你的胸前。招还是不招？招不招？招还是不招？孙伯钧，他招了。他是耍了我们。耍了我们？看看他的口供。口供？临到保林的最后一个驿站，他找到了当地的一个无赖，编了一个故事，让那个人跑了一趟保林。只要到了保林，他就让他在妓院里过夜，费用由他来付。有马骑，还捞了一个礼帽，还可以嫖洋妓。那个无赖以为天上掉了馅饼，当然答应了。就这样，没上刑就跪下来尿了一地。苏哥，还好，特高科的人在那个无赖进妓院以后，逮捕了他，没有惊动罗天华。他这么老练，应该会发现了吧？也有这个可能，不过窗户纸还没捅破。那松本君的意思是，宝林的事只有你跟我知道。我相信，这不是针对性的，只是一般的反侦查手段。我们应该还有机会抓住他。怎么抓？让特高课的人去问那些脚夫，他们应该知道他在哪儿。罗天华是一个高手，一个真正的高手。我担心再也没有机会下手抓他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他会回来的，他会笑嘻嘻地面对我们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能逮捕他了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抓他。我很欣赏这个人，我喜欢跟他过招。哟，罗掌柜，谢谢啊，
王妈妈，生意怎么样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两个日本人来抓人，长得凶神恶煞似的，哦，吓死人了。是吗？山虎，你下山去买几份报纸，黑龙江的、临河地区的都要。是，一路小心。长官放心，去吧，我走了。嗯。山虎，好。东哥，你去临河镇呢，除了买报纸，买点鸦片回来。鸦片，多买点啊！快去。好，我去了。宇哥，喝汤。好，放那儿吧，我等会儿喝。宇哥，翠花，怎么样，身体行吗？结实着呢。你看，他们练得还不错吧？哎，小心点，别太累了。嗯。这些日子真是辛苦你了。宇哥，教我一下呗。好嘞，我先去一下。梅姑，早啊，方大少爷。早。你这是什么拳术？啊，是我们正北货栈的防身术。防身术？招招都暗藏着杀机。是吗？是，以守为攻是我们中国拳术的传统。我们讲究的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的规则。不像小日本的空手道，以制服别人为本。所以他们才到中国来，制服的是中国人。不光是制服，那是什么？抢啊！他们像海盗一样。今天本姑奶奶就手痒了，准备和方大少爷比试比试。哼！奉陪。刀法让我想起一个人。谁？高炫恒一。为什么？
不同的是，他把他自己的身体堵向了我的刀口。怎么可能？宇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如果你真的不想让他死的话，你完全可以像刚才那样，你只要一用力，匕首就会落地。我当然不想让他死，我不会笨到给黑龙会一个杀我的机会。那又怎么样？他还是死了。可是那一刀并不致命，因为是肋骨下段。梅姑，你好像对他的事情很感兴趣。哼，方大少爷，不愧是武中豪杰，没想到还颇有君子风范。得了，梅姑甘拜下风。你练过空手道？吴翠花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杀了我的大金刚又怎么样？可是你还是没有得到方大少爷。那是两码事。没有得到就是没有得到。方大少爷可是人中俊杰，怎么你不会放弃吧？我跟方振宇的事好像跟你没关系吧？吴翠花，现在咱俩可是同盟，要对付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吧。行了，别看了啊，跑起来，练起来啊，跑起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继续练习啊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让兄弟们出操练把式，不是没有可能。关键，那得犒赏。人他妈山虎有犒赏了，金龙山倒不管，金龙山的人咱也管不了。但是这帮兄弟你得管呐，是吧？您要是不管的话，我们不都成了没爹娘的孩子了？就是就是，没饭吃啊！对，切，你个熊瞎子！说吧，要什么犒赏？您说，这山上缺什么？你小子就是个骚包，没女人你会死啊？不，我可是给您支招的。后天出操，咱可不能让方长官给咱看扁了，咱也是血性爷们儿，对吧？不就练把式吗？你说说，给我出什么招？就是几个头头脑脑的下山逛一逛，说好了啊，不过夜。您觉得呢？谁要是走漏了风声，我他娘的毙了他！是。悄悄的出去，悄悄的回来。一定。我说，后早五更，全给我出山脊子去。是。去吧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司令，还有什么鸟事？有俊的，我给您捎回来一个。哎，算我将功赎罪啊！你个熊瞎子，滚！走嘞。高炫军死的那天，你在吗？嗨，别他妈嗨嗨嗨了！再这么嗨下去，早晚露馅。闭嘴，看着点门。我问你，方振宇说的对吗？不对。你看着我眼睛说。嗨。方振宇他说的对吗？不对，是他杀了高炫军。你是在执行任务。不用你提醒我，我知道我是在执行任务。不过我必须得搞清楚，方振宇是不是杀了高炫军。有必要吗？当然。他是我们的仇人，对吧？是敌人，可是未必是仇人。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。张家东来了，别说了。